作业写完了吗？就玩？急啥？还有的是时间。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啊，别！这小子老这么虚度时光可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上课真无聊。谁准？谁准你上课开小差的？这你都能发现，我还能不发现？去走廊罚站。切，开个小差怎么了？我这么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锤锤，你站这儿干嘛？不是你让我罚站的吗？瞎说什么？你都毕业十几年了。为什么我才罚个站的功夫就到了工作的年纪？下班前作文。哼，急什么？有的是时间。喂，谁在里面？出来！干啥呀？正玩呢。走开，别妨碍我们拆楼。不是吧？我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没做，我不要变老。不要。体会到了吗？如果你继续虚度光阴，就会像梦里一样，不知不觉失去了一切。妈，我以后一定要珍惜一分一秒。这一年来，锤锤同学奇迹般从倒数第一冲到全市第一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学习秘诀。秘诀就是不虚度光阴，不浪费自己的一分一秒。低调点，低调点。